我跟他们几个人都是非常好，孙总又是那么好的朋友，需要礼车的话，我最近刚好有买一部，用我的好了，我的礼车借给他们，哦，好吧，这是大方哈，大方啊，这 OK 的啊，所以还有什么条件？他们还有什么？装法 OK 的吗？必须要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像耗子从来不要求窗法，我头发每天都有吹。对呀、啊，好了，我把那个专属的那个谁啊，也是巨星的，他专属的妆法师给那个五六了，好不好？就那破的那个妆法师，好。我破那跟耗子差不多，我破是光头的。对。所以没事啦，就是跟孙总聊一下，他也是关心艺能界嘛，那也知道这个是我们。整个演艺圈在办，电视圈在办喜事，所以请大家倾力相助啊，这样共襄盛举嘛，今年是团结嘛，对不对？